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mall and Fantasy 讲小人的实况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麦克斯兄弟魔咒，然后现在已经到弟弟了。我话都还没讲完，然后马上就崩塌了。看样子我们离那个看样子我们离弟弟囚禁的地方越来越近了。我是想要讲这句话。好，我们首先我们要慢慢来。我们不能太快，慢慢来。我就不能慢慢来啊！哦，这没办法慢慢来，这个有点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差点就掉下去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通过了第一关啦。This was the fire temple. Soon I can give your weapon with the last and most forceful power. 哦，他要给我最后一份礼物了耶。嗯。What now? 这要怎么过？我想一下哦，这要怎么过呢？过去，然后不能把它拉着吗？也可以拉着，然后可是我拉着。哦，这样子吗？然后呢？走开，下去。这个该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过去啊？是这样吗？好吧，这也算是一个蒙到的方法。这什么岩浆怪？哦，然后呢？是这样吗？哦，好啦，也是可以的。那其实这有些方法不是我们想的那样，但是其实还是可以过的方法。好，不对，我不能应该用那个，挡好喽。好，我觉得这岩浆有点危险呢。这样吗？是吧？哦，这可以拉。哦，首先反正就是反正就是要让它那个嘛，让它快速的那个，快速变成石头，就是让用水把它冷却起来。那我们要动作快一点。好，这边给眼睛拔一下。他刚吼了一下，然后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。上面有碎片，去拿一下。Nice job, Max.
感觉还有很多块碎啊，60吧，所以我们还要再拿12块碎片哦。不能这样吗？哎，这些岩浆好烦哦，剩下干。我觉得麦克斯惨救这也太犀利了吧！哦，对不起。哦，好烦啊！不是这样子，我是要上去。啊，没差，都过来了。因为我刚刚是想要上去拔那个眼睛，就很顺势就直接过来了。好了，我们放一下吧。上面有个眼睛哎，但是上面应该不好上去吧？算了，上面要怎么上去啊？这里应该上去了吧？因为石头掉下去。为什么把我自己冲下去？啊！天哪！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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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岩浆，那个岩浆好烦哦。走。为什么会撞到头？为什么会撞到头？哎呦，好危险！又太远了，哎，可以可以。过了，下面有什么？没有东西了吧？会有一个会发亮的石头，是什么？好，我能不能荡到最上面，然后去拔那个眼睛？有办法吗？可是我会撞到哎、欸，还是不是这样？啊，拔不到啊！那个眼睛，那个眼睛，拔不到啊！那个眼睛，可以从这边不行哎、欸，这也不行哎、欸，那我要怎么上去？这样可以了吧？哈哈，眼睛我来啦！你躲还没说那么说那么角落，我还是拔到你啦！啊，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这样，然后把它推过去，对不对？好的。又是一连哦，一连串的连战关卡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要干嘛？这什么岩浆怪？这是岩浆怪的意思吗？哦，超大波的岩浆浪来了！哦，我看不到路了啦！这里怎么办？快快快快快快！快点！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呵呵。热浪来袭啦！热浪来袭，暑假到就是要热浪来袭啊！哎呦，
哇，那个水蒸气害我怎么都看不到哎、欸。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转一下啦，麦克斯。啊！热浪来袭。哎、欸，你很烦呢、欸，要一直在那边弄人家的东西的。哎、欸，对。哦，快抓，快抓起来！好紧张哦，好紧张！为什么这关卡那么紧张啊？来袭！这可不是海浪啊，这是岩浆啊，岩浆！嗯，哎呦，好危险！而且我刚刚没有踩上去。快！快点过！好惊悚哦！刚那个也太惊悚了吧？嗯，上面还有那个耶。哎、欸，上面还有哎，为什么？上面是什么地方啊？是眼睛吗？嗯？哦，真的是眼睛哎！啊，眼睛躲在这个地方。过了吧，关卡过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这什么啊？又有热浪！这关卡到底要怎么过啊？哦，怎么办？我不能先躲回去吗？这……哎，这要怎么过？这得怎么过？你跟我说一下，怎么过？哦，是看准时机跳过去吗？哎、欸，哦，还有一个烈焰球，这是打魔王的意思吗？不要再丢烈焰球啦！丢什么烈焰球啊你？哇，那岩浆也太高了吧！这是要推下去吗？然后呢？我推下去了，然后呢？啊，是水吗？冲它哦，用水冲它！呀，你怕了吧？你怕了吧？岩浆怪！我不需要热浪，我只需要一般的海浪就好。耶、yeah, ，这暑假还给我热浪，暑假我就是要去泡水，还给我岩浆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麦克斯就先到这边啦，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